2020年 Xperia 系列再添生力军， Sony Mobile 第二款 5G 旗舰手机 Xperia 5 Mark II 来咯。想知道 Xperia 5 Mark II 成型， Xperia 1 Mark II 哪些功能特色，又加入了哪些新功能吗？赶快一起来看看 Xperia 5 Mark II 的开箱介绍吧。Xperia 5 Mark II 盒装内附 UCH32 PD 快速充电器以及 UCB24 Type-C 充电传输线，提供了18瓦的快速充电。随附耳机的部分则是 MH750 原厂有线耳机。如果在10月31日前在 Sony Mobile 专卖店购买 Xperia 5 Mark II， 还会赠送 WF-XB700 真无线开放式蓝牙耳机。就是要这样配一组才是真锁粉，粉丝们知道要去哪里买了吗？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外形设计的部分。 Xperia 5 Mark II 延续着 Xperia 1 Mark II 的设计语言，简洁利落的外形延续 Sony 一直以来的高质感。侧边金属边框与玻璃机身采用同样的色系，呈现一体感。这一次 Xperia 5 Mark II 四个颜色都呈现高度镜面反射，疗愈黑、静谧灰、浸透蓝与闺蜜粉。不止手机美型，连颜色命名也看得出来，就是走一个身心灵平衡的状态，拿在手上就是舒服。前后均采用康宁第六代大猩猩玻璃镜面打造，兼顾强度与美型。在侧边框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由上到下分别是音量键、指纹辨识结合电源键、 Google 助理按键以及 Sony 手机独有的实体快门键。不论是快速解锁、快速启动 Google 语音助理、快速开启相机，单手就能轻松搞定。Xperia 5 Mark II 比起前代 Xperia 5还更加的轻薄，电池容量提升到了4000毫安时，重量却更轻，只有163公克。Sony 手机设计师真的是空间利用大师。想要有旗舰规格又喜欢合手设计的粉丝们， Xperia 5 Mark II 绝对是你的最佳选择。Xperia 5 Mark II 跟 Xperia 1 Mark II 一样，采用由蔡司光学专属打造的大三元镜头，分别是 16mm 超广角、70mm 望远镜头、24mm 标准镜头，可以依照不同的拍照需求灵活运用。使用方法很简单，只要在一般相机模式下选择一棵树、两棵树、三棵树，就能切换不同的镜头来拍照。另外搭配 Photo Pro 的专业拍照模式，还能实现从 16mm 到 200mm 的数位变焦，用音量键来变焦，用快门键来拍照。相信对于喜欢拍照人来说，这样操作手感一定非常的有感觉，就像是带着一台小相机出门。 Xperia 5 Mark II 就是你口袋里的小单眼。Xperia 5 Mark II 还有另外一个很厉害的功能，就是即时眼部追踪对焦功能。不只是人的眼睛，动物的眼睛也能精准锁定。透过强大的眼部对焦系统，当你在拍摄人像的时候，每一张照片都可以捕捉眼神光彩，记录下所有的一颦一笑，保留最真实自然的表情。 Xperia 5 Mark II 可以说是最完美的人像机。Xperia 5 Mark II 也导入了 Sony 旗舰单眼 Alpha9 才有的每秒20张高速连拍，拍摄高速运动状态真的非常好拍。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实拍的效果如何。Cinema Pro 电影及录影功能也有大进化，能够拍摄 4K HDR 120fps 格式的影片，这也让 Xperia 5 Mark II 成为全球首款支援 4K HDR 120fps 慢动作录影的智慧型手机，能拍出更富戏剧性的慢动作影像。就让我们来看看实拍的效果如何。
次 Xperia Flyma 2在游戏的体验上有很多的进化。21:9终极快幕，让你在玩手游时有更大的视野，取得先机。全新的120赫兹荧幕更新率，能让动态荧幕画面更加清晰。搭配 Motion Blur， 降低动态影像模糊功能，可以得到更流畅的视觉体验。另外 ，Xperia Flyma 2也支援240赫兹触控扫描频率，让玩家游戏操控更加精准，达到人机合一的游戏体验。当你在玩手游的时候，打开游戏增强器，竞赛模式可以让你放心专注在游戏中，不受外界讯息来电通知打扰。你也可以视游戏类型或电量来选择效能优先或是电量优先等不同的游戏模式。从 Xperia Flyma 2就导入的 HS 电源控制，让你在玩手游同时充电的时候会绕过电池直接进行充电，因此可以有效降低充电时的机身温度，维持优异的游戏效能。而且这次 Xperia Flyma 2机身采用石墨烯散热结构，就算长时间使用手机也能拥有很好的温度控制。Xperia Flyma 2搭载21:9 Full HD Plus OLED 萤幕，支援两种显示模式。在标准模式下，你手中的 Xperia Flyma 2就像是一台 Bravia 电视。X1 for Mobile 影像处理技术可以让画面对比清晰，色彩跟细节也更丰富。导演模式则是当你在看 Netflix 的时候，可以重现导演创作时的原创色彩。再加上杜比全景声音场效果，用 Xperia Flyma 2来追剧，可以让你拥有剧院级享受，震撼效果十足。如果喜欢听音乐的话， Xperia Flyma 2也有最全面的音乐技术加持，支援高解析音乐播放以及 LDAC 高音质音乐无线传输技术，还导入最新的 DSEE Ultimate 数位音质还原技术，透过 AI 自动优化，让原本的 MP3 档案能够还原接近 HiRes 的高解析音质。Xperia Flyma 2是 Sony 第二款 5G 手机，完整支援台湾全频段，具备 5G 加 4G SIM 卡网络能力，同时支援最新 WiFi 6连线技术，采用高通 S865 处理器，内建 8GB RAM、256GB ROM、UFS 3.0 快闪记忆体，可外接记忆卡，拥有4000毫安时大电量，支援21瓦 PD 快速充电，以及 IP65、IP68 防尘防水能力。作为 Sony Mobile 第二款 5G 手机， Xperia Flyma 2提供了 Xperia Flyma 2以外的 Sony 5G 新选择。如果喜欢 4K HDR 顶级萤幕效果，可以选择 Xperia Flyma 2。如果想要同样顶级的效能以及相机功能，而且喜欢单手就能驾驭的合手设计的话，就可以选择 Xperia Flyma 2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Xperia Flyma 2的开箱影片。如果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